对了，本店还有刚出炉的烤鸭。闭嘴！哎，谢谢。你知道吗？ 他说他来长安吃的第一顿饭，就是这家的煎饼。这种长安大街上的小吃，过去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今天尝一尝，味道还不错。所以他吃的苦，我也能吃。他过的日子，我也能过。殿下，您这是何苦呢？ 龙姑娘和君王他已经……君我，为什么君王可以，我就不可以？你说是病吗？就算是艰辛苦楚，我也能一一咽下。为了他，我再也不会如此懦弱。该争的，该抢的，我都会一一夺回来。